好来啊，我们开放 call in 吼，第一位是彰化的林先生，林先生你好，林先生。哎、欸，你好，那个志宏一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在场的贵宾大家好、嗯。我的意见其实哦，因为我其实也是常常看你们节目啊，那我意见很简单，因为我认识很多原住民啊。哎、其实我在各行各业，我们工作上刚好都会遇到原住民。嗯，对，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原住民，我不晓得是你们，可能就在座这两位可能。比较有觉醒啊、嗯、说真的啦，我所认识的原住民几乎投票都投给国民党。嗯，请问一下，他们这个不是，这不是这些原住民被国民党洗脑洗这么久，然后自己不觉醒，然后自己现在才讲说被压迫，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自己要反省自己的思考能力。我大脑长在你们自己头上，你自己不会去用，然后你现在来怪大家说现在受到压迫，马总统怎么样？我觉得自己还是想一下。嗯嗯，对，这是我经验啊。好，你先谢谢。来，台北的高先生，高先生，高先。侯友你好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跟您这位港台同台演唱哦，我是第一个上来唱的那个，啊、我们一家都不是人的那个创作者高子阳、啊。高子阳、啊。哦，高老师，高老师，高老师。那个马老师我也认识了。那个赖代表也很熟哈、哦，哎，啊，跟你们问好平安啊、哦！我感谢，哎，恭喜你们呢，哎，弃民投案呢，弃民啊，被我掐头晕了哦！我跟你讲，班这个是个很艰苦的战呐、哦、哈，捡一点好赢了，对吧？大王一点要赢了，嗯嗯嗯，就真的啦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在大陆也是蛮吃香的啦。可是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选择历史的，站在台湾这一边呐，嗯，就是很实在的东西啦，嗯哦。我最近又发现，就高金素梅哦，我这阵子、啊、上网一查，我查完一道之后，我被那高金素梅强奸了多年呢。为什么？哦、为什么？他用我的歌哦，他都没有经过我的授权，我完全都不知道。哦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怎样哦？哦，好好。而且哈、啊，就是他不但是盗卖我的歌，嗯嗯，他用我的歌在那个中国大陆骗那个中国人的感情呢、啊。嗯嗯嗯。怎么我们一家都死了？人神经病了、啊！啊，这个南岛一系列跟他一家是的，人家拿那个。然后是到坏蛋对着你，你跟他一家人呐、啊，嗯嗯，对不对？黑蛋其实黑蛋是几个人，我别讲哦。嗯，啊，所以这拜我是希望说哦，当然的，我是离开部落哦，但是我在台北哦，我是希望说原住民都会觉醒的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原住民要觉醒了，不要被人家利用了。嗯我跟你讲，毕竟哦，我们将来如果是要跟人家吵架，跟民进党吵的话，民进党在这边谈久了，你吵的话，他还是可能有糖吃了。嗯，你如果说你跟国民党说，跟你讲他跟你糊弄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跟共产党党哦，共产党打他都共产党进来说，我跟你讲了，我要喝水啦，哦，啊，原住民的代表，那些现在亲中的那些要小心一点，这些人啊，现在一直在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哦建立感情，我跟你讲，他到时候。中共打过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降落到原住民的部落了。我讲高技术美的企图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好，高先生，谢谢。来，台东林小姐，林小姐你好。你好。林小姐，那个洪宇先生你好哈。你好嘿。我非常欣赏赖代表。我是原住民，因为赖代表说出了我的心声。嗯。因为赖代表说出我们所有台东人原住民的心声。第一点。嗯，确实是这样子，原住民本来就是被看不起，但我不愿意被看不起。嗯，所以我今天我林小姐是很认真在做事情，很认真做生意的原住民，嗯、绝对不是让平地人看不起的原住民。再来第二点，我们台东用电量那么低，为什么核能废料放在台东？这为什么？嗯，这真的是马政府太过分了。今天我唾弃马政府，我支持赖代表的所有的意见。我们反对，我要让台东的原住民全部都眼睛放大一点，不能再投马总统。我们绝对要投小英，小英就是我们的救星。嗯，这个就是我要求的。赖代表，希望你继续，我们一直继续要冲下去。我在幕后推动你，好不好？林小姐，我绝对支持你。林小姐，是你好。你也是卑南族吗？不是，我是阿美族。哦，你是阿美族是吧？对，摄影大哥拜托拍一下，我觉得是刚好趁这个机会给这个全国的朋友了解一下，卑南族主要分布在台东这里。是，刚刚讲阿美族应该是花莲这么长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应该是花莲，你应该是台东的这个阿美族这里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是花莲的阿美族，叫来台东。哦，住台东。哦，是。好，非常谢谢林小姐哈，谢谢。好来啊、台中的陈小姐，陈小姐你好。
你好。嘿，陈小姐。阿宏宇，我要请问吼，阿妈因狗安尼，逐工四界安乱乱说，啊，到底是听买因国民党的，开因国民党的钱，还是开咱百姓的税金嘛？请你讲回答一下好不好？应该是花公家的钱吧？花公家的钱，啊，伊一个月佫人领遐侪钱，啊，佫薪水佫加一千万，啊，你敢知影那百姓偌艰苦？对啊，啊，伊佫一天乱乱说，拢无咧办代志。啊，嫌伊遐佚佗，嫌伊遐佚佗，嫌伊遐徛坐，嫌伊遐徛坐安尼。啊，佫知影真少的，乱过啦，啥物代志拢安尼拢唔知道，啊，看报告才知影。啊，阮选的总统要创啥，知吗？好，陈小姐，谢谢。来啊、花莲的迪洛先生，你好，迪洛先生。喂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。是是是，请说。长期来我就是一个深蓝的。啊哈哈。但是心痛，所以我们就在大农大富直接呛了马总统。嗯。那么原住民为什么会是一个弱势？嗯。因为用汉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观。土地登记，然后呢买卖土地，让原住民的土地流失。因为在我们在做部落土地的调查的时候，有非常非常多过去的部落的老人家说土地莫名其妙变成国家的，因为不知道叫登记啊，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土地流失。土地流失那相对的让我们的经济失去了平衡，你知道吗？土地共有的时候，以前我们的部落是没有乞丐，嗯，啊，没有乞丐，没有所谓的贫穷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对土地的认定的一个游戏规则。嗯，第二个是被强迫遵循你们的游戏规则。你看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原住民基本法，嗯，政院版的原住民基本法，所有原住民多么的反对这样的一个。基本法因为非常极度的不公平，原民会自己本身也认定这个原住民的基本法是个有瑕疵的，碍于现实啊，这个是非常无奈的一个回应。然后呢，主流社会没有原住民的地位，这个就是为什么马英九内心里面就讲说我把你当人看，这个公平吗？如果今天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是一个高度进步的国家，就像澳洲，就像加拿大，我们的国家会被国际认同吗？如果对自己的多元文化的族群，我们怎么都不尊重，我们怎么去挤进这个国际社会？怎么会被国际社会认同？我们的国家并不尊重我们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李洛先生。Okay.李洛先生是啊，你是哪一族？阿美族。你也是阿美族？你几岁啊？我48岁。你会讲阿美族语吗？会啊。小孩多大啊？小孩多大了？我没有小孩。哦，没有哈。是你的就是说啊，这个兄弟姐妹的小孩会不会讲阿美族语？小孩子。